那么上班的地方还有孔雀，野生的。这是午饭。上午挖这个沟。沟不好挖。老板开挖机挖这个，我用锹把这个管子挖出来。特朗普的高尔夫球场。鸡腿、土豆。上午我坐这个独轮车运这个土，这个土运走，运到那边去。再把昨天挖的这个坑，把那个大桶埋到下面，准备下班。